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很高兴在空中与您相会。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在主的里面，每一个日子都是新的。神的信实极其的广大，神今天要向你施慈爱，让我们一起借着 QT 来到神的面前，汲取他无尽的恩典。列王记上十一章26到43节，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。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，他母亲是寡妇，名叫洗鲁阿。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，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，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。耶罗波安是大有才能的人，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，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。一日，耶罗波安出了耶路撒冷，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。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，他们二人在田野，以外并无别人。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，对耶罗波安说，你可以拿10片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，将10个支派赐给你。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，仍给所罗门留1个支派，因为他离弃我，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、摩押的神基摩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，没有遵从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守我的律例典章，像他父亲大卫一样。但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夺回，使他终身为君，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我的诫命律例。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，以10个支派赐给你，还留1个支派给他的儿子，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立我名的耶路撒冷城里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。我必拣选你，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。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，我就与你同在，为你立坚固的家，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，将以色列人赐给你。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，使大卫后裔受患难，但不至于永远。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，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，到了埃及王示撒那里，就住在埃及，直到所罗门死了。所罗门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，都写在所罗门记上。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。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，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，他儿子罗波安接续他做王。自从所罗门在婚姻上失败，我们看见祸患开始临到他的身上。在昨天的经文里面提到，外敌
成为所罗门的敌人。今天我们从经文里面看见内忧兴起来抵挡所罗门。什么样的内忧呢？就是所罗门非常重用的臣仆耶罗伯安成为他的敌人。耶罗伯安是谁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所罗门手下非常有才华殷勤的少年人。他为什么可以兴起来成为所罗门的敌人？因为他的才华被所罗门重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所罗门让耶罗伯安来监管约瑟家一切的工程，因此形成了一个伏笔，就是耶罗伯安他的势力成为百姓所依赖的、所看重的，这成为日后这些百姓拥戴耶罗伯安的主要的原因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切也都是出于神。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神透过先知亚西亚亲自造访了耶罗伯安，告诉他神拣选了他。在亚西亚的预言里面，神透过他的动作将新衣撕成十二片，其中的十片给了他，告诉他因此神要将十个支派从所罗门夺回，将国给耶罗伯安。然而因着大卫的缘故，神仍然存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，并且神的怜悯和信实，神使所罗门终身为君，没有在他在位的时候使这事临到他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因着所罗门所行的，祸患却临到了他的子孙。这形成一个比较，就是大卫诚实的侍奉神，因此神守约并且以信实待所罗门。然而因着所罗门的背约，祸患临及他的子孙。这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，我们要怎么样行，使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蒙福，或者因着我们的悖逆，可能会使我们的后代子孙遭祸。今天透过神的话语，愿神亲自来对我们说。当日神也透过先知指教耶罗伯安，若是他照着大卫所行的，专心的侍奉神，遵行神所吩咐的，神也一样的可以建立他的家。然而耶罗伯安后来怎么行呢？我们未来几天会再持续的看到圣经告诉我们。所以神透过他的话语，每一天都在提醒我们，孩子，你要做智慧的选择，你要做正确的选择，好叫你和你的世世代代得以蒙福。愿神祝福你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当所罗门王知道了先知亚西亚对耶罗伯安的预言，王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。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样的提醒呢？如果今天神透过先知他的仆人来对我们说指证的话，我们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呢？所罗门写了无数的智慧的诗篇箴言，可以说得着神所赐许多丰盛的祝福，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却没有谨慎保守他的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所罗门得知先知所说的话，先前神也已经指证告诉他会有这样子的结果。照理说，
他应该悔改、谦卑来求问神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没有求问先知，没有谦卑撕裂心肠到神面前悔改，他想除掉耶罗伯安。然而神所定义的是谁能拦阻呢？神说他顾念那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，求神让我们思想到他是何等信实恩典的神。圣经一再的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，虽然所罗门去拜了别神背约，但是神纪念他跟大卫所立的约，神应许留下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儿子，并且神应许在他所选择的耶路撒冷，使大卫的家在他面前常有灯光。这是何等信实永远的约，求神让我们认识他的心，体会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。神拣选我们是渴望赐福我们世世代代，而不是乐于看见我们失败或者是离弃，失去那个神命定的祝福。今天的经文再次的成为我们的警惕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回转来归向他。真实的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，这是神透过所罗门写下的箴言对我们所指教的生命之道。曾几何时，这位写下智慧箴言的所罗门王竟然自己晚节不保，成为我们世人的警惕。主啊，愿你保守孩子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愿我们不离开你的智慧的训诲，直到年老发白，让我们时常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受教的灵，每一天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，我们就对你说，主啊，是的，孩子静听，孩子乐意顺从。愿神你的恩与我们每一位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愿你的恩福不离开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